海风吹潮汐，火吹向你。又到了月度盘点热歌的时候，今天给大家整理了八首九月份破亿神曲，有强势新歌，有老歌，一起来听听看有没有你要找的吧。3年前大火的玫瑰少年最近突然再次走红网络，还霸占了各大音乐榜的第一名。热爱本应各有不同，青春本该如此，愿玫瑰少年在天上不再忧伤。少年火爆出圈之后，梦然又一首歌曲《是你》再度爆红九月，轻快温柔的前奏让人一下子沉浸其中，再加上梦然魔幻空灵的唱腔，真的爱了爱了。乱世骄傲的电脑，时光中不掉的冰化妆，是你是你渗透我的青春的距离，还沉沦我的心中游戏，为我这一种青春的雨郑哲2017年发行的歌曲《在你的身边》意外的在今年走红，歌曲呢以纯情的口吻诉说着对这段感情的不舍，希望爱能够有朝一日可以重续前缘。爱就爱了，不怕没来过，很久很了，我从没想过到过的地方，熟悉曾经的模样，我以为忘了想宝藏乐团告五人乐队多首歌曲风靡网络，从爱人错过到给你一瓶魔法药水，每一首呢都非常的抓耳，你是从哪一首歌开始入坑的呢？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歌曲《多远都要在一起》在九月份突然再次爆红。如果阳光永远都炙热，如果彩虹不会掉颜色，你能不能不离开呢？两个可以实现的如果，却换来一个遗憾的结果。我估计杨培安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唱了16年的爱上你是一个错会被马友铁再次给带火，一生最重不过饱餐与被爱，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，一生所爱不过守护和相伴。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，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，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我，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脚印。金海心2009年发行并演唱的《爱似水仙》同样翻红网络，歌曲表达了一种美丽的爱情，就像水仙花一样纯洁而宁静。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，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。最后这
首黑桃 A 算是短视频的神曲啦，又土又潮的旋律，听一遍就忘不掉，难怪在短视频平台创造了33亿的话题播放。你是我宝贝，少女的滋味隐隐作祟，宝贝宝贝，我们干一杯，这是你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让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